前女友来敲门。咋来了？有事儿啊？那个，我路过你家，我想上个厕所。你等会儿，咱两家中间隔了20多里地，你来我家上厕所啊？咋的了？不让我进，家里有人啊？没有，就我自己。那不就得了吗？我快点，我憋不住了，我都。不是。Later。完事了。还是你家妈很好用呀。你喜欢就送你吧，搬走吧，去吧，门开着呢啊，直接回家吧。哎呀，我不爽，我饿了，你再帮我吃呀。不是，你走啥的呀？拉完就吃啊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瞅你呀。家里就剩这个了，能行吧？行啊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了。Later。不是大姐，你搁这翻啥呢？家里没人。那你刚才为啥不让进来？不是，咱俩已经分手半个多月了吧？就算我处对象了，你也管不着吧？再说你都已经吃饱了，你就赶紧回家呗。那你送我回去。不送。不送就不走。其实我刚才没吃饱，你再让我吃一碗呗。不是，你当我家是饭店呢？来了就吃饭。哎呀，咱俩好歹处2年多了吧，分手之后你就这么对我呀？哎，我做的是有点不对哈。炸！给你，拿回去泡着吃吧啊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不用担心我，我再去上面抢一下。拜拜啊。又是做好事的一天。